随着中国近年来各种新型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可谓是让我们一饱眼福。然而近日我国再传喜讯，备受大家所瞩目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首次水上起飞试验，而这也意味着离升空又近了一步。在10月20号，这款由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两栖机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首次起飞，取得圆满成功，从而也刷新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又一大纪录。但相比于运20 AG-600 在国内很少有人关注，那么为什么会迅速成为国外关注的焦点？它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也许会有人觉得 AG-600 这样的水陆两栖飞机军事潜能没有什么可挖掘性，没有太大军用价值，因为早在60年前，由于它不稳定性和研发难度以及研制周期较长，就已经被视为抛弃的对象。然而如今中国为何还要投入大量资源将它研制出来呢？在历史长河中也曾有过水陆两栖飞机研制的兴盛时期，但由于技术及成本等诸多因素，从而使得美俄等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也就只有中日两个国家坚持了下来，在这个领域中也只有日本新民 US-2 水上飞机才有和 AG-600 一较高低的资本。但相比较美国，其已拥有相对完善的战略空中体系，对于中国的运20大型运输机，美国 C-5、C-17 及 C-130 已经服役多年，所以其更为关注的是海空军中还没有 AG-600 的同类型项目。至于相比较中国水陆两栖飞机，其更重要的是能够早日建设一支强大的战略空中投送力量。此外，作为运10的延伸版运20，它的服役也弥补了当年运10下马的遗憾，因此大家也就对运20更为喜爱了。俄罗斯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表示，在所有类型飞机中， AG-600 是航海性能最强且又能够诸多恶劣环境下自由起飞及降落的大型飞机。预计在前期中国将会生产出10多架该型飞机。有美国网友表示出，这款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漂亮的水陆两栖飞机，体型只有波音737大小，但其性能实在是令人吃惊，中国再也不是模仿者了，有很多技术都走在世界最前列。此后也有国人回应道，只有自身具备强大实力才能够立足于国际舞台中。然而这一款倾尽所有科研者心血的水陆两栖飞机用实力证明没有让大家失望。就是官方这短短几秒视频画面，首度曝光了14亿国人期盼已久的新武器即将公布于世，中国还借机戏弄了海空武器之王节气。详情请关注强国军事微信公众号，回复 S 了解详情。